沾盐巴，最好味嘅食法。好啦，好啦。嗯。我是 Mira， 要同大家介绍美食嘅日志啦。然后我今天呢，身边有几个外国的人，不是外国人，哎，军长在哪？看不到军长啦。好，然后他们今天都很帅很美，可是弄完头发这样子吃韩牛这样对吗？有点浪费，有点不对。可是有变帅哦。有吗？我觉得军长比较好看，我喜欢他的发色，他是蓝紫蓝色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吃韩牛，其实我本来想要带你们吃的是另外一家，可是他没有货了。我刚刚打电话去，他说太好卖，卖光了。那然后我们现在去第二间，八号出口咧，行几分钟就会到噶啦。798吃韩牛的地方，好，就是这里啦，藏在小巷里面的。哎，然后他这边还有介绍，他是有上过电视的 ，SBS 哦，韩国有名的电视。好，进去。超饿的，认真饿。这边就是除了吃牛之外，然后他还有，因为正常的吃牛的地方是不会有海鲜，可这边有海鲜，它有带子，有虾跟明太子。你喜欢吃明太子吗？蛮喜欢的。好，那点每个一份这样子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切切。对，我觉得每个一人份。好，应该就会够，因为超饿，我们大家。你们先开场哦，它不是全部含牛，哎，它还有生牛肉，你们吃过生牛肉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我们超喜欢，真的吗？因为现在在日本吃不到。哎，你还有化妆哎？对呀，我现在看得到，它是像韩星的感觉。对，我是想要那种韩国偶像的感觉。我期待你的影片。要期待。完全没有。哎，你现在很像韩国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有毛孔哎。对，他原本毛孔很大。觉得毛孔比较大。我们点。好点。네저희이거하나씩주시고요呢個嘅特別地方係咩咧？因為其實呢個成間鋪頭嘅氣氛咧係比較懷舊少少，所以我哋用嘅爐咧，佢係陣間大家就知道係一個非常可愛嘅小嘅一個石嘅爐仔啦。然之後咧係會有海鮮噶，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度有少少日式嘅感覺。然之後我覺得價錢方面 OK， 大概每一個肉類都係10,000 won。但係呢度咧就唔係全部提供韓牛，佢淨係得一隻肉係韓牛，即係其他就有啲係美國產嘅。Yeah！超好，对不对？哇，好甜哦！为什么这么甜 ？Cloud 比较甜吧？没有 ，Cloud 比它是苦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喝的牌子。现在来吃韩牛，又是他们三个。好像很贵。阿丽莎在服务哎，很难得吧？对，很难的，阿丽莎服务是因为她饿，太饿了，你们吃点东西，莫名其妙。没有莫名其妙。要介绍给大家好吃的东西。你要快，它韩牛很快熟，牛肉很快熟。先熟。互相拍的概念。你可以加出去，我要拍你可以加出去的片段。可以吧？烤得这么漂亮。哎，可以，差不多快熟了，赶快娶我。香港的观众。为什么？怪怪的。你怪怪的。哎，这是帅衣。嗯，好好吃。有点硬，好吃，真的。它里面是那种 juicy juicy 的肉，是，所以不能太熟。但是有一点点硬，是真的，你自己吃。好，这部位的问题了。然后一定要就是沾盐巴，最好味嘅食法。五嘛。嗯。哦，我觉得牛是最好吃的肉，我就那个幸福感会比较多。烟很大，芝麻，因为我们是日本人，和牛平常吃，但是韩牛的话真的没有吃过啊，真的吗？所以我这个外国人，日本人体验这个韩牛的味道，体验韩牛，就来韩国一定要吃韩牛啊，各位，好美啊！我觉得价钱上呢真的都几 OK， 因为系100g都系10,000 won。哇，这个肉高级的肉就是这样子，放 wasabi， 然后一点点的盐巴。哎，还用手哦？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都可以。然后包起来，然后这样子吃。
吧，不好吃的感觉吧。哇！反应太夸张了。啊，超级幸福哎。啊，瓦萨比不会太辣吗？这个也是韩国的瓦萨比吧？认真好吃。嗯，刚好吃，加这个，加哪个啊？就是加这个，所以他说加这个，这是酸酸甜甜的嘛。受得了酸牛肉，我接受得了哎，完全。真的吗？那你会觉得是你喜欢吃的肉吗？蛮喜欢的呢。哎，你吃很多哎。不是，我是说米拉。很多，太多。哦，好咸，对不对？真赞。那这样怎么办？可是我没有很喜欢酸牛肉啊，没有那么多。这一个我可以。它蛮香的，哎，我原本是超讨厌的，可是这个我觉得好吃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你知道吗？平常的会放水梨什么，就甜甜的，然后这个没有。哦。哦。哦，就这个菠萝。小菠萝，第一次在韩国见到小菠萝。哇，真的很好吃哎。这个在日本真的现在不能吃。哎，可是这个菠萝真的超好吃的，烤菠萝。是凤梨吗？凤梨。哎，这吃蛮多的，我真的够了，我一口就够了，就这样，你吃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但是我要自己吃，我没有那个。要喂他，要喂他，莎莎，莎莎来，我喂，我喂，你要公平一点，手不够长。等一下，露出来。嗯，好吃耶。我们这个拌面，牛肉拌面，他们点的还有辣的感觉。不会，就是甜甜的。因为莎莎不能吃辣，她吃辣椒的话，她会晕倒。我军长真的很好，你看什么，然后她都会跑出去帮我们叫。军长真的是好人啊。嗯。嗯，好吃。哦。哪有辣啊？有辣啊。哪里？辛拉面都没有哎。可是这好好吃，我要配一个牛。没牛了呢。嗯。要加点吧。太好吃。我在看的是看不到吗？虾子，还有这个干贝。他说这个要旁边旁边，他会叫。哎，明天怎么没位置了？不行不行，我要放。他刚刚说哎，怎么可能？他刚刚说他已经弄了，可是还是弄一弄吧。为什么你觉得东西都会少少少少的？因为他们第一摊、第二摊、第三摊这样子就会继续，所以其实他们第二摊他们不会吃太饱。那如果你没有觉得太饱的话，其实就是可以换下一摊的意思。可是如果你要在这边结束也是可以，就是多叫啊。哦，超好吃的明太子，天哪，好咸啊！七字，烧芝士，哇塞，超好吃的这奶酪，其实好吃。好，也要吃完了。可是因为我们还吃不饱，对。虽然我们吃了10万多块，对。可是这边的量其实是比较少一点点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吃。他们想吃的。为什么要塔卡鲁？塔卡鲁比。塔卡鲁比，因为日文是塔卡鲁比。塔卡鲁比。日文你这样讲吗？对啊。我们是 cheese 塔卡鲁比。可是韩国的话，你可以加 cheese， 或是不加 cheese 也可以。哦，一定要加吧？对啊，当然。好 ，Go。好，今日咧介紹呢一個牛嘅餐廳就到呢度啦。雖然佢唔係 exactly 係完全食韓牛啦，咁但係都幾好食嘅。對，很好吃。可是我覺得只有那個韓牛好吃，其他都還好。可是我觉得它有那个海鲜有加分哦，海鲜很好吃。明太子我觉得刚刚超好吃，对啊，也算是可以来，就是值得来试一下。它的气氛很不错，对对，就是然后很宁静，对，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就是很脏或是怎样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观光客值得来，两个外国人都推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是一个花絮，然后我们来吃塔加鲁比日文的讲法，你知道我的叫 Tella， 因为我哋琴日飲 Tella 飲咗罐裝，但唔好飲嘅。有沒有喝這個 Tella？ 真的好喝。我們讚讚。你有可樂嗎，軍長？都沒有泡泡。好喝好喝。現在不一樣，我覺得它比超好喝，但它比卡斯會多了一個麥的味道。對，麥的味道。很好喝，是麥的味道。你知道這個 Tella 真的是現在韓國年輕人最喜歡喝的一個，是一個有麥的味道。而且你有看這裡嗎？你看到這裡，它這邊有這個
纹吗？哦，纹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它可以把那个啤酒里面的杂质可以隔掉。啊，他讲了，纹就可以。他讲了，就是倒出来的时候，可是他讲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